正能量。我叔子呢，我叔子还给他留着呢，对。我这个梳子是个减压神器，你知道吗？它并不是梳头发用的，知道吗？有的心房要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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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拔，然后拔掉还有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，用来解压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，对吧？生活压力好，工作压力好，很正常的。对，买完再拔，拔完再买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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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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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叫我把这个留着，你知道吗？他叫我把这个留着给他来拔，所以这几个还没拔。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，你们去猜吧，你们去猜吧，不要问了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问的这么尴尬的问题，真的，你们老在直播间问一些很尴尬的问题，知道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回答。我是个很腼腆的人，我是个脸皮很薄的人，不要问的这么尴尬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美丽阿姨，我知道。还有人问我是哪里人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咱们干点活吧，把账干到50万去再说，不然等一会儿之后干不到。来，这口气干到60万啊，这口气干到60万啊，好不好？这口气干到60万，来。不是骗账啊，不是为了骗你们的账上，你放心，你就一口气给我点了100万，时间没到我不下播，好不好？来，三声啊，开始把账干到60万去啊，我怕你们完成不了，你知道吗？3、2、1，来开始，让他加成。好久没看我直播是吗？动手，动手，动手！来，所有人一起动手来。把账先干到60万去，双倍点赞的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努力！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的，知道吗？很开心的，很有意思的。很好玩的，因为你们真的是一群这么怎么说呢，很善良的人。你像我现实生活中啊，你像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就是无利不起早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可能就是更多人就是有目的性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但是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觉人真的很放松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开心，想聊啥聊啥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吹到哪算哪，很放松的一个姿态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直播间很多人啊，我说个实话啊，直播间大部分人我都记得人的名字，我真的记得人的名字，尤其是挂了那些粉灯灯牌的人，我基本上都记得人的名字。我每次看见你们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们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没把办法做到的是，每一个人都去一一回复你们的很多消息。我知道很多人跟我发了很多消息，很多人跟我留了很多言，我没有办法一一去回复。我希望你们理解，好吗？我想啊，
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，但是我的话，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，我在我的每个群里面都会给大家唠几句嗑，聊聊天，逗大家开心开心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别的主播是不是这样啊？也许这就是我跟别的主播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们说，彭少你不开播，我想你我睡不着；彭少你不开播，我不知道干嘛；彭少你再不开播，我去打麻将了，对吧？不是我不开播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有自己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每天都想着我，我何尝不是每天都想着你们呢？我想跟你们聊聊天，唠唠嗑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直播间也好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直播间也好，我的群也好，群里面也好，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包容，知道吗？互相包容，因为我们每个人，对吧？性别不可能不一样，年龄可能不一样，出生可能不一样，包括我们自己家里条件、生活条件也可能不一样，接触的人跟事不一样，生活的经历也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知道没有？每个人可能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，这样可能就会引起矛盾。但是你们记住一点，知道吗？就像咱们在一个直播间，在一个群里面，你们守护着我也好，守护着他也好，知道那个他是谁，对吧？咱们就是一家人，所以就多包容点，好吗？对，我说的他是谁？你猜。看破别说破，还是好朋友啊。你好坏呀，你们真坏呀，真的，你们太坏了。这个你好坏真的已经变成了招牌用语了，真的已经变成招牌用语了。没加粉丝盾牌的去加个粉丝盾牌好吗？没加粉丝盾牌去加个粉丝盾牌。我每次连线的时候，就是拉人上来唠嗑的时候，我就以粉丝盾牌为主，知道吗？然后没加群的，找不到我的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播的，想知道我什么时候第一时间开播的，就去申请我的群。现在的话是没加过群的，是申请第三个群，好不好？你就随时能知道我的动态了。喜欢彭少的把关注点起来，把粉丝灯牌点起来，成为彭少的一家人，彭少不会让你们失望。点了灯牌的飘下小心心，把自己的粉丝灯牌升级。怎么还有一级的灯牌呢？感谢晴天，感谢冰雪冰川雪兰，感谢小梅阿姨。我基本上呢，我也不打 PK， 你知道吗？我基本上也不打 PK， 除非跟自己玩的好的几个朋友打 PK， 对吧？我也基本上也不打 PK。然后呢，我开播呢，我也不想说家长里短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去说谁好谁不好的事情。反正我开播就东闹西闹，闹得好玩。我感觉其实我的直播间还是很有凝聚力的，相当有凝聚力，真的。我的直播间凝聚力比很多几千人直播间都强。其实这样我就真的已经非常知足了，真的，我非常知足了。你好坏哟！我就是看他今天没开播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弥补一下，他今天开播我就不开播了，我就要看他没开播，我跟你们弥补一下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
我怕你们失，我怕你们失眠。手都酸了是吧？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应该100万个赞，应该很容易拿到的。还跟你们聊15分钟，好不好？等三群满了再说，等群三满了，群三满了再见群四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很多人刚才回来，看到没有的？还有很多人刚才回来，就是怪我没有准时开播，可能找不到我。你加不进来群吗？怎么可能加不进来呢？好，马上，然后下播之后建第四个群，给你们一个唠嗑的地方。早说不打牌了。三个都满了是吗？好，等下我去开第四个群，等下去开。我看能不能把我，我看能不能，家人们啊，我看我这个直播间能不能。能不能叫唠嗑吹牛逼能吹到1万个人去好不好？如果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好坏友，就马上增粉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其实我对增不增粉真的不太在意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你说10000人的直播间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好不好？你就算10000人的直播间，有多少人只是为了看热闹而已，对吧？有多少人会是铁粉呢？可能很多10000人直播间还没有我这，你3000人直播间，年轻这个粉丝的感情真，对吧？可能还没我们的感情好，对不对？粉丝要的是铁，知道吗？粉丝要的是铁，铁粉才是自家人。流量粉没用的，你要去去来来的多少人？我的眼睛怎么？这里是吧？红了是吗？没事的，正常的。粉要的是铁，以一抵十的那种铁。有点红没事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很多人刚才回来是吗？几个晚上没看我直播了是吧？彩姐，彩姐没。你们想找到我，第一时间找到我的话，就去加粉丝群，粉丝群里面能第一时间找到我，随时开播随时能找到我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，没有时间固定开播的，没有。你们体谅一下我好吧？我也不是个正儿八经的主播，我是全网最不正经的主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没开播，昨天没开，今天本来没打算开的。群里面姐姐阿姨不放过我，我开播你们就开心是吧，王姐？行，我尽量能开播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开，好不好？我是最好玩的主播，是吧？几个月就可以当网红？我不想当网红啊！我不想当网红，我对当网红没有任何兴趣。
我觉得一切随缘，佛系开播，我是全网最佛系的主播，佛系开播。好的好的，我会跟表哥说的。我是最开心的主播是吗？我是最正能量主播，你还不把灯牌点一下？你们别把我当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把我当主播，把我当你们，年龄大的可以把我当忘年交，对吧？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可以把我当自己的弟弟，对吧？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可以把我当自己的哥哥，对吧？不要把我当主播，你知道吗？哪有我这么不正经的主播？说也说不来正经的东西。